哎，可明天放假吗？没事。他这里至少二十怎么又放级假？那又怎么又放？我干！那什么怎么又放假？讲不难听，我上班很辛苦，我很辛苦，你今天回来才说你睡睡爽不爽？不是啊，睡觉也很辛苦啊。我想认真工作都不行。今天也假释爆了。没有没有没穿。那辞职换一个可以认真工作的啊。